了两天了。可能更少。看你味道。有一些很会打理。啊，我现在啪啪啪的。没有，后来有一些比较会打理。而且他们打那个不是二十分的，打二十分。我不知道，他们就突然想到。好吧，亲自的下。我的没位置是。其实我跟他亲自就是领灾。高雄那边公司个新的很熟啊，我们在蹲在那里，一堆让他30分。哎，有。对。天高地厚，反正老王也是被亏，不如年轻的时候当亏了。管他老的被亏，老的时候想说，我年轻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这样讲人家？那我们来这跑会，他压力就有会啊。你现在可以去学老王。30分就是一条路。啊，就尽管那看出来了。来，上一条。嗯，那我空了，我很长。真的啦，我们刚刚打40分，40分钟，而且来回多拍了。哎呦，好来，就是30分钟，啊，40分钟。对，这个黄渤，黄渤，黄渤。哎，而且有时候我是40分，40分钟啊。我擦掉，擦擦擦嘞，擦掉我不去了。这些体力怎么行？这么体力真的不赖，我只会擦肉呢，并不赖。我今天擦的。你也擦的是厉害。我们在一起擦，我们都跟那个什么麦当劳一样啊。所以你都不敢来拍摄啦。你讲哦，那是你做了路哦，你若做无路哦，跟你讲，现在你的手好难会霸者。这很
体重。这正常吗？你不会痛吗？你要有痛一点。谢谢。哎，那个陈汉，你那边有那个吗？抹头痛的那种，还是万金膏之类的？万金膏还是都没有的。子丹啊，子丹说他头痛。去哪去啊？拿一瓶啤酒给他喝一喝就好。材料啊，我往往讲啊，黄金刀就好了。来啊！我为什么最近要长高了？是啊，对不对？这两家好，你给处理掉。但我去洗刷说有啊，不然他会很生气。你想，小杜，你想自然出一点没？你想自然出一点没？要不要脸？要不然叫子涵。哎，你到呢？你刚刚是不是叫子涵吗？我全部都看子涵跑的。好啊，这都新冠的。你看你跑的，你看你跑的。好啊，这新冠的看的在蹭龙个今天不能打输他们两个呢。啊，没去啊。
你想先刚刚有没有打赢？没有，你没有，你没有爆头。二六比二七啊！